听日就是520，520代表我爱你，所以我一定要向我心仪的对象表白。衰婆，520嗰日你有咩做啊？吓，你有拖拍啊？你就好啦，如果佢嗰日同我表白就好啦。你觉唔觉得佢戴眼镜个样好惨啊？电死人啊！系啊，仲有佢个胸肌啊，好正啊！520梗系想收玫瑰花啦，收花代表激情，代表热恋啊！终于嚟到我脱单嘅大日子啦！呢朵花就会改变我一生，我终于唔使再做王晶啦！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520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我知道啊。其实我留意了你很久，你的笑容，你的眼神已经深深吸引住我。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，你对我有 feel 的嘛，是吧？阿毛，你啊，我 ready 了。阿毛，阿爸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咁啱啊，隔篱买咗十架兰博基尼啊嘛，Emma 送俾你嘅，多谢你啊！阿毛，十分钟之前我已经应承咗岳父噶啦，不过就算系你先，我都唔会应承你咯。阿毛，知男人最重要系咩啊？财力嘅实际。咩嚟噶？知喂 ，Amber， 今日赚好靓喎，走先啦。520，你觉得系和 Eileen， 其实系唔爱你啊。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，一个人打飞机多高兴。好叻咩？好多人中意噶，纯爱不可，爱你。喂，Emma，阿毛，听咩？就系个扑街，执执你，执执干咗啦 ，Emma 好啲，人渣，公审佢。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都咁支持我哋考鬆啲，嚟緊我哋將會重新出發，啲 fans 由零開始處起，所以真係要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啊！仲有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右下角嗰個鐘仔，就可以知道我哋嘅最新消息噶啦！記住，仲要拉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系啦，我哋就会继续大欢乐俾大家噶啦，下次见，耶！